十一月五号、十一月十二号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五点，三星起特城三百八十块钱美金，四星起特城四百八十块钱美金。报名热线六五零八零八八八八八，六五零八零八八八八八。88 88 88 88网络时事，聚焦热点。周一至周五，欢迎收听《焦点访谈》。 高音热线一八八八三二三八八八八。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六点一星岛中文电台，新朋友、老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 Facebook 为您直播。如果您在 Facebook 检索“星岛中文电台”这几个中文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现场情况。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最热的话题，那就是中共的十九大，十十月十八号上午九点在北京召开。 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资深的政治观察家杨俊龙杨先生，杨先生早上好！啊，千惠主持人早，还有听众早，非常感谢您来和大家一起关注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应该说最近呢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光是在中国的中国人，在美国的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包括有很多的世界友人也都在关注这个话题。我首先我想请教您的就是啊，你说这是一个党代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代会，它为什么会引起？ 这么大的关注，它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这好像看看见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似的。对啊、呃，中国它自身是一个啊、呃、地大人多的一个国家，嗯，那在落后的时候也已经在历史上也受到注重，而且呢，西方国家呢还非常喜欢到那边去侵占。 然后把英国在啊、呃、这个印度种的鸦片输进这个中国去讨回那个啊、呃、银子回来，这样那去赚中国的钱，那中国就反抗，然后就鸦片战争，所以就是一百多年的这个啊、呃、中国的耻辱。所以今天呢，他觉得说啊、呃，习近平主席呢就总结了毛泽东令到中国站起来啊、呃，那邓小平令到中国人民富起富起来，然后他自己要想把。 中国跟中国人民富强起来，更充满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国际声威，这个就是他十九大的精神，嗯、所以也实在影响到全世界，连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向他嘱咐这样，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啊。嗯，杨先生，您有没有看十月十八号的这个北京这个？ 人民大会堂的这个直播呢？哎呦、哦，习主席做了三个多小时的一个开幕式的一个报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很多啊、呃，大陆的那个 channel 都转播。嗯，啊，就是我这我我我我有订那个那个中国的 channel 这样哈。啊、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哈，嗯、其实我也看了，<对>但是大家都知道。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么这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直播的，我是在呃这个 YouTube 用两倍的速度在看，哦、所以很快的就能把这个这个所有的内容全看完。<对>我想请教您的是哈、啊，就是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您感受到这里面的核心，或者说您觉得有什么亮点可以着重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对亮点呢，当然最特别就是啊，这个习近平啊他。 有啊，非常啊，充足的信心。嗯、这个时候呢，啊，他这个话主要还是对国内人民哈、啊，鼓舞他们，从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观点来啊，阐述他对啊过去对未来的展望。这样，那所以呢，这一点我想他是达到他的目的啊。这个讲话以后呢，他们后来我又再看了，就是第二天又讨论了，很多地方也讨论。嗯、那他要怎么去实行这个讲话的精神？ 啊，到了省的一个一个一个里面去讨论，省里面也有地方的代表，所以他就说，基层干部、基层党员必须呢实行这样，是必须啊、呃，在这个反腐方面啊做好啊，对人民要要要热爱啊，所以他就一直寄望着这个共产党呢能够继续执政下去，要成为人民的党这样的、哦、啊，这个是是他的一一直啊啊啊啊想做的事情。那这所以所以对中国呢会。 会很大的影响，也会很大的作用，这个是主要的。那然后对于外国，他也喊话啊，他也因为这个时候是最他最最得意的时候了，因为。 我我们的总统他呢，呃，川普总统呢，他是在退退出很多国际的啊组织啊，呃，国际的医署了，他是在退出，而且呢，他国内也很多事情呢，policy 的也没有办法进行。那然后呢，啊，在北韩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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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呢，也没有办法解决，而且还加上这个伊朗，他奥巴马已经,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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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成了协议，他又把它撤撤撤掉，所以好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当。 中国的啊、呃，美国的领导也没有办法当世界的领导，所以这个时候他趁虚而进呢，他 full y confidence 呢，在世界上啊、呃、的舞台呢，希望把中国人民带向世界舞台，这就是他对中国人民的喊话、啊、嗯，好，我觉得这个三个多小时的开幕的报告呢。 也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完全看下来，也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媒体人呢、啊，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我在这里呢，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是>有这么九点是十九大这个报要报告的纲要。第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第一个“新”字，因为很多的人就在总结说，这次里面有有一个亮点就是新，新时代新思想，也包括今天最新的报道也说了，现在习近平主席的思想，习思想也写入了党章。 之前呢，只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写进过党章。这次呢，是习主席的习思想写进了党章。第二个内容呢，呃，是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是总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四是二零二零到二零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五是二零三五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里面呢有两个点可以说，一个就是呢新加了一个词，以前是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但是这次呢多了一个美丽。我在猜这个美丽它是讲更多的是讲环境呢，还是在讲一些？ 一会儿生活的 quality，我是希望他讲这方面。Quality, 啊、是，一会儿我们会。讲。当然，环境也是。可是生活的 quality，这个是他在关心，他里面字里行间都有,都有讲到。都有讲到啊，啊这个就是他、啊、他们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的 quality <是>。啊、quality。然后另外说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前不是这么说的，以前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次呢，把它改成“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我想也是体会了一种信心。<对对 S 1> 第六点呢是，二零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的军队，在这方面也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第七是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第八是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想从严治党这一点上呢，呃，也是从十八大以来一直在这个刮骨疗伤。 刮骨疗毒，在说这个苍蝇老虎一起打这个问题上，也是从严治党的这个一一方面的内容。第九呢，是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双规的措施。这是我们的媒体人为十九大的这个报告做了一个总结。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呃，大家也提到了说，这个是三十六年来首次重新定义主要矛盾，在这一点上您怎么看呢？ 是的啊，他有正视到这个，我就很高兴。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啊，没有充分跟平衡的发展。嗯，那我们在大家在日常生活上。 啊、呃，美国的呃华侨呢，回去回来以后呢，都会讲到，就是啊、呃，中国大陆的房价这么高，啊、呃，普通的啊、呃、老百姓跟中产阶级，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那这个是一个啊、呃，对中国社会安定的一个隐忧。所以他今天能够点出来，我希望说，在未来这五年呢，他能够很好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央肯去解决的话呢，没有道理解决不了，他会解决。那这个如果 如果说能够在贫富悬殊方面做多一点功夫呢，这个就是他讲的这个 life quality 了。那不然说，你国家发展，国家付钱，军队付钱，在在在外世界上受到重视，可是普通老百姓百分之九十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分享到这个财富，而只是少数的那些啊、呃、那些啊、呃、红二代啊或者啊、呃、财团啊这些。 才才有享受到，那这个就不应该叫做社会主义国家了，就这样。嗯、那包括在这个发展经济方面呢，也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在重视哈，就觉得经济方面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前也一直在学政治经济学，也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这么学的。这次呢，在讲话中有四十七次提到了现代化，那么这个是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吗？ 现在的话，是因为中国已经啊，在科技啊，在这个啊经济方面跟世界接轨，特别是跟美国接轨。你看这么多留学生回来，那当然很多留留在这边，美国是 benefit 到的。那可是也有很多人回去，像钱其生当然也是当时也是美国培养的，那回去就发发展这个原子弹了，对不对？那后来还有这些现在回归派，都很都是。 啊，呃、佼佼者这样，所以呢，现在已经接上轨，他就要进行这个转型啊，现代化。以前是啊，制造在中国，现在就是啊，品牌在中国，所以他们是想走向啊，这个强国啊，挑战啊，或者真的是在挑战美国。那所以美国会比较小心一点的，这样、啊。是，刚才您说到这个留学潮，我今天也看到最新的报道说，现在是一个第三个第三次的这个呃，归国的留学这个。 留学留学生归国潮，对这么一个说法，也是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创业环境，对创新创业的这个环境在变化，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党代会不光是在祖国在国内的人在关心，其实在海外在在这边的人也是一样在关心的。是是,是,是，我想这边的留学生呢，啊、嗯呃，会很振奋的啊、呃、心态去看这个啊，因为。 他们也在寻找机会。当然，美国啊、呃，我们这边的科技发展，特别我们是住在这个硅谷这个地方，那也机会也很多啊。那当然呢，他这些啊、呃、很熟悉中国环境，他可以把带这个技术回去去呃那边创业啊。这个就是当时啊啊、呃、电脑事业起来的时候，苗红前在 Intel 学的这个哦、呃、IBM Open Technology 就回去发展这个电脑，然后就带动整帮。 而而且带动着中关村，所以我想这个啊、呃，这个留学潮呢能够很好的形成，而且啊、呃、回国潮也形成呢，嗯、对中美两国都有利，都是有益的。對,对对对。嗯嗯，最近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美国华人对于这个十九大党代会。 的一些看法，我不知道您也其实您也是作为美国华人的一个代表了。对对，我们现在住在这里呢，我们双重身份。<对>我们第一呢啊，第一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应该是忠于美,美国，嗯、就在这里。我也很喜欢这边的自由民主气氛啊，当然这个方面是中国没有办法比较的。那它有它的它有它的历史原因，它有它的这个啊这个这个实际的困难，这个我理解哈、啊。所以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啊侨民的话呢。 我会很高兴啊，因为刚才也我们访问的时候，我 starting point 就是那个啊啊鸦片战争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啊对历史都很清楚啊，嗯、这几百年最后就是日本。 侵略中国都是因为中国为这样那所以呢，今天呢能够这样站起来，我们不要去欺负世界，我们只要跟他平起平坐，那发展经济，那现在不错，他的一带一路也是啊、呃，在非洲，在在阿拉伯国家到处都有带动他本地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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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希望把全世界都带动起来，那他也在呃在在在。在在在 习近平很有信心呢，就是在 carry out 他的中国精神、中国 model、嗯、啊。现在他不是说美国 model，对不对？对你有你的啊普世价值，我也有我的普世价值，是是,是大，这个是他他大胆的地方，就是在在这方面。嗯、所以我希望说啊，这里的中国侨民呢，也会啊很高兴的去看到这个这个这篇讲话，很实用，<是>啊、很好啊。是刚才您提到了哈，美国这边大家都知道是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个。 主张和根基。那在中国这方面呢，我们这次看到讲话里面有谈到说，这是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是这么一种说法。对。那另外，我就想问您呢，就是说，那在美国呢，美国是怎么来看我们这个党代会的？美国看党代会，你从啊、呃、两方面来讲，这、就、个、是、美国的领导人呢，当然呢是美国是从来历史我很清楚，就是为美国利益啊，嗯、一直都想把美国呢。 啊、呃，建立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啊，一直增强我们。如果说有些什么风吹草动呢，我们要要想预防啊，就是说啊，把把战争呢就推到外国去，不要烧到本地来。这样，那如果有什么啊经济方面的啊，我们的困难啊什么都要马上解决啊。就啊，军事上我们呢是只有到外地去，不能让其他啊啊 competitor 呢的军队或者海军到我们这边过来。这个是。 我们很佩服这个美国呢，啊，这个 father 啊、uh、，nation of the、呃、这个国父啊，这些人当时当年,年，Thomas Jefferson 啊、呃，华盛顿建立起来这个一个好基础，民主的基础。从啊、呃，特别 Thomas Jefferson 从从这个欧洲的 Enlightenment 这个这个启蒙运动呢，那个 ideal 啊、呃、，equality 跟 freedom。 那带过来，而且美国是一张白纸，没有皇帝，没有没有皇朝，所以造反起来。所以我们在一直到今天呢，美国还享受这个自由民主，我们很高兴，很幸运能够夸两国啊。希望说中国也富强起来，<對>中国也更多的民主自由啊。那美国也一直这样，所以我们非常幸运啊。嗯，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国模式哈，啊啊、您能不能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这个中国模式？因为毕竟是不同的嘛，两国毕竟是不同的。 中国模式简单的总结一下，中国呢，就是啊、呃，从这呃两两三百年以来，一直都在啊、呃、学习西方啊，有维新变法没有成功，然后呢，孙中山的啊、呃、三民主义。 啊，革命也是从美国搬过去的啊，也成功了一半。那共产党呢，就因为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呢，有弄出了一个新马列出来，所以他真正的共产党跟目前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因为他有强调阶级斗争啊，那所以呢，今天呢，习近平呢就放弃了这个阶级斗争，而只是说啊，对权威的啊这个崇拜，那这个是。 是中国儒家从来就是这样训练的，要听话啊，那所以他就利用了这个啊，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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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这个、点，所以啊，中国人民比较听话，所以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laughs> 内乱比较少，除了呃、啊、在新疆有一点这个动乱以外呢，其他都乖乖听话了。<是>那没有像世界到处搞来搞去，所以他很有信心要 carry 这个啊中国的 value，就是以孔夫子的这个这个治国，来加上这个社会主义啊，这个这个啊啊这个马马克思的平等治啊，就是平等对人民的平等，对工人的照顾，农民的照顾，穷人的照顾，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他希望能够有自己特色。 那就是说，英国啊、嗯、啊，英文的翻译很好，就是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就是有有有中国的性格这样啊。是，所以您刚才讲到的那个呢，在这个十九大报告纲要里面的最后两条，其实也都讲讲到了。说，第一是从严治党，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的领导，这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一点，也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哈。是是。是另外就是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双规措施，这也是一个。 权力集中的一个表现。那么，呃，我们也会看到说，你看这个党代会呢，从一大是一九二一年开始，当时呢，呃，中国应该是有五十位党员代表呢，只有十三位参加了第一届的党代会。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的二零一七年，现在今年呢是。 有八千九百万的党员，从中呢是四十万人里面选一个，选出了两千两百位党代表来参加这十九大这个党代会。<是的 S 2> 我们也看到这个过程呢，你看在这个呃一大到六大呢是每两年一次。 然后六大到七大是隔了十七年，因为那时候有有这个、呃、战争。战争。对。然后十大呢是一九七三年，那个时候呢是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正常工作。到十四大的时候呢，就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党的领导地位。这以前是毛泽东思想，十四大的时候是邓小平理论。然后到十八大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刮骨疗毒，是苍蝇老虎一起打。 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这个过程，十九大呢就是提到了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为什么最后还加了一个美丽？是是是，嗯，是,是这一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回到现场呢，请教杨俊龙先生。我们现在看到呢，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发短信来了，一会儿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见。Okay. 资讯娱乐，传播第一。FM 九十六点一，星岛中文电台。您现正收听的是星岛中文电台国语台，点缀生活，时刻精彩。六十五岁以上人士请注意。 想要知道免费的奇英健康保险计划，想要了解享誉全球的斯坦福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奇英健保计划以及 A A R P 奇英辅助保险计划的申请及转换，请参加资深保险专家 Tina 吴祖伟的奇英健保讲座。报名请电一四零八四五五五五零八四零八四五五五五零八四零八四五五五五零八。 在红年家居建材，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舒适的厨房和浴室。我们的宗旨是建立一个完美一站式的购物环境，让顾客简单解决一切装修难题，轻松做出决定，并提供最优惠的价钱和最亲切的服务。红年家居建材南山帆市新店现已开幕，位于 c a s c o 对面，设有停车场。湾区六家分店提供最佳服务。网址：triplew sincere home decor d com。 我害怕股市又来一个崩盘，我担心通胀越来越高，我烦恼退休金不够用啊，我不知道退休金可以用多久。多久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威廉放十月二十一日两场免费讲座，帮您解答退休收入、省税、遗产规划的疑虑，为你制定投资策略等。威廉放，史丹佛大学硕士毕业，只收管理费，不获利，不收费。以二十多年华尔街经验，助您达成安稳退休。座位有限，报名电话四零八七二五二九七五。 四零八七二五二九七五，陈太太，你最近很忙哦，好难约哦。对呀、啊，我每天要跑步、学画画、练舞。哎，你是不是交了个新朋友啊？哈哈，算是吧。哎呦，别卖关子了，我参加了 a l p 乐灵会，倒是认识了一些特别的朋友。AALP？<AR> 对呀、啊、a l p 乐灵会是给五十岁以上参加的，他们有健康生活的秘诀，帮助我保持活药，还有照护的资源，让我可以放心照顾我妈妈。<laughs> 原来是这样。 不论你想保持健康活药、做好照护家人的准备、防止诈骗、安心购物或享受旅游优惠及其,其他更多好处，AARP 乐灵会专为五十岁以上的你提供全方位的资源，帮助你实现各种可能。哎，改天我可以认识那些新朋友吗？当然可以，就明天吧。<laughs> 索取 AARP 乐灵会中文版会员福利指南。 请上网 chinese. d a a r p. dot org 或拨华语专线一八八八七八八二零八八。 妈，今年重阳节百灵园、百恩园又有活动了，是吗？十月二十八日跟二十九日 s a m 百灵园；十月二十八日在 h a r 百恩园有师傅诵经祈福、悼念先人、福泽子孙，还有免费的午餐、舞狮以及巨型风筝表演呀。百灵园和百恩园的福地环境优美，背山面海，风水又好，我们一起去参加吧。活动期间购买福地有大优惠。三藩市 Oakland 南湾有免费巴士接送，电话四一五七。 一六五九九八六或一八八八三三九二八八八。网罗时事，聚焦热点。周一至周五，欢迎收听《焦点访谈》。高音热线一八八八三二三八八八八。 网络时事，聚焦热点，欢迎回到焦点访谈。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呢，就是中共召开的十九大。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的政治观察家杨俊龙杨先生。杨先杨先生您好，再次欢迎您。呃，我们在接这个 call in 之前呢，我们先把最后一个问题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因为这个是。 九大呢是从十月十八号开幕，会经历六天，在美国的时间呢是十月二十五号会闭幕。闭幕的时候会产生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都会猜测说新的领导班子是不是基本上没什么悬念呢？<对>即便是这样，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现在最主要的是大家在猜测，就是玩七三呢能不能留任，嗯、还是有更高的职位或者留在。 政治局常委里面，那这个我觉得呢，啊、呃，人事方面意义不大，主要还是整个形势，他这个反腐，他、呃、这个这个运动呢，算是很大的结果，也就是他跟江泽民不一样的地方啊，嗯、所以啊、呃，我们很高兴。 这个共产党能够在这个前进，你刚才讲的第一届到目前为止呢，他一直都在寻求这个出路啊、呃。他当然他的 ideology 呢，马克思并不是没有作用，马克思呢是注重工人，那然后他毛泽东把他移到农民，因为啊、呃、中国没有多少工人，主要还是农民，嗯、所以所以工农群众的生活呢啊、呃、在理论上。 是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所以他能够在这方面一直鞭策自己。那江泽民呢，就糊涂了，就走错了方向。在邓小平硬发展下面，邓小平没有时间去理这个贪污不贪污。那当然，当时六四运动呢，也是以反贪污这个口号起来的。那所以也没有很好注意这个，就给他镇压下去了。当然，他们自己不妥协，这两方面都有错误。这样，那所以，所以到了。 江泽民应该是做在最这一点，这对啊啊平富悬池呢，应该好好做功夫。对这个贪污啊、呃，应该好好反击。他没有他，可是他把这个啊、呃，习近平，我们很高兴，习近平是江泽民一直独立这样推出来的。这个内部的斗争我们也知道，当时傅锦涛是要扶这个李克强，所以他他当时把这个啊陈、呃、良宇打下去以后呢，江泽民就把这个、呃、习近平推出来，那推。 啊、呃，这个江泽民，这个习近平很好，他没有报私恩，他是用国家、用党、用整体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来铲除这个江泽民的那些贪污贪官，那这个很好。所以说，以这这一次呢，啊、呃，真的就是也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 啊，这个习近平宣布他反贪的成功，反贪的继续，这个就是他将来想做的地方、啊。<laughs> 我们也稍微来说两句，因为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也都提到了这个江泽民老人家的问题。其实，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就有很多人预测，就是觉得他有可能不会请他来。 但是没想到呢，其实他是第二位入场的。他今年已经是九九十一岁了，由人搀扶着入场。然后也有很多人在观察，说对他的态度怎么样，是是很亲热呢，还是很冷淡啊？等等，在这些方面，你有没有一些您自己的观察呢？在这个官方的转播的当天呢，我是看到啊、呃，这个胡锦涛站起来欢迎这个啊、呃、习近平，讲完话以后入座。嗯、那这个啊、呃，镜头就截止就。 照他这个习近平做下去，没有跟这个啊、呃、江泽民有互动。后来在另外一些 resources 看到，就是他有过去主动跟江泽民握手，那江泽民也没有站起来，也没有什么表情，就啊、嗯呃、呆板板坐在。可能他他老了，也不能怪他、啊、这样。所以啊，开、呃、始知道掌握镜头那帮人呢，就把他贬低了，嗯嗯、就不想照这个啊、呃、这个习近平过去跟他照啊握手。 这个是可能官方的定调，那习近平当然就他个人，他必须谦虚嘛，对不对？所以他过去跟他握手，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个也是事实，对吧？徐才厚啊、呃，跟这个陈伯雄，如果没有江泽民的撑腰，两个军委副主席怎么可以贪到这么厉害？有可能我们也猜想，他贪的这些钱有一半应该进入这个江泽民父子的口袋啊，这所以，所以我们这个都可以想得出来，所以这个。 啊，习近平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在线上等待很久了。这位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您长话短说，谢谢您。你大家好啊，你好哈。九大，成了习近平的加冕典礼，中国人何其不幸，好不容易熬到了毛皇帝死了，此十四,四十一年后。 又出来个徐皇帝，冗长的三小时二十分钟讲话，陈词滥调，没有新意。童生，制作马克思的童生，不做炎黄的儿女。政治上要高度集中，经济上像做世界霸主，举的是老毛的旗，走的是己锁的路，坚持一党独裁的制度不改，党政者的中国梦。 只能是白日梦，给老百姓带来的只能又一场噩梦。<好>谢谢，谢谢您。好，这刚才这是吴先生他的看法。现在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也来听听大家都是怎么想的。也请大家呢把握时间。好，这位您好，怎么称呼您？你好，我姓汪。汪先生您好，请讲。嘿，hey, 我想大家都是为了中国好，因为中国人民受太多苦了。我想问题就是说，呃，他这次十九大有没有呃？ 有没有呃 handle 下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个呃怎么样才能够使得呃中共政治的传续能够平稳？因为以前邓小平有这个刑不上啊常委、政治局常委，然后有隔代指定，这些全部都被习近平推翻了。那这样子的话，以后怎么样能够保证？难道习近平一直一直一直掌权下去吗？那以后怎么样保证一个政权能够平安的传递？因为这是中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问题，能不能平安传递？嗯嗯 第二个人，这有没有，就是怎么样把反腐跟权力斗争分开？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实上是权力斗争，不是反腐。嗯，所以说，我想这两个事情还要好好的 address。我不晓得这个来宾有什么看法。好，谢谢。好，嗯，好，非常感谢。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杨俊龙先生来回答刚才的这两位听众朋友的。 问题啊，第二位是贵、啊、姓啊？是汪先生。啊、汪先生，嗯、我想他不不错。第一位讲的我听不听不太懂。第二位呢讲的就就是在这个啊啊政治观观察里面呢一个一个 topic 是了，他是啊这个是从来共产党的结构，他以前是从这个斯大林、列宁那边 a 过来的苏联这样是啊共产党的内部的传递，不是外界。 呃，这个选举的那当然呢啊不错，那呃邓小平他自己不做啊、呃、三三个主席这样，那死的时候呢也只是一个一个一个部分而已。那所以他他创造一个隔代啊、呃、这个指定接班人，这个是非常很好的呃的做法。这是不是也算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啊？对，对这是不是也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 呃，那不是，那不是，那以前皇帝就直接 <laughs> 直接指派的。那那、呃、这个这是这是是这个邓小平的一个一个一个 creative 的啊 innovation 这样的，是吧、嗯？那所以呢，就是在在这个内部的一个局部的平衡一下党的选举接班人，不要一个人独大。嗯、那现在呢，这个啊啊，习近平可能觉得说，呃，党出现了。 不好的人，比较江之明这样会腐化，所以他自己他觉得自己很清廉，这个就是传统了。就是好的皇帝，他是一个好皇帝，所以他必须呢指定。 啊，接班人，他可能有人猜想，他可能会啊再两任也不一定啊。那我是希望他不要两任啊，他所以他现在这个这个呃黄先生呢，甚至讲到啊隔代接班人，我们再看一看五年以后他怎么怎么做这样。那然后呢，反腐跟反权力斗争呢，我想这个也不能啊、呃，我比较踩中间路线，有了。 应该会有权力斗争，可是也有真的反腐。那你难道难道说这啊啊啊啊？陈伯雄跟这个徐才厚这些，难道不是我刚才就讲了？这习近平的权权力是是江泽民推他上去的。那江泽民的势力也就是他的势力，他竟然就把江泽民这个他的他的他,他自己的基础啊部队把他打下去，这个不应该叫做权力斗争啊。 他他他为什么要反先证明他没有没有什么作用，对不对？那这个是他的恩人啊，他就打下去了。嗯、那所以我们还佩服他，还是有公正的立场这样。 是，刚才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哈，因为说提到说这个连任，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呢，因为最后一天会决定下一届的领导班子，习近平主席会连任，这是大家都觉得没有悬念的一一件事情。但是呢这届连任，对，这届是连任，但是下一届是肯定不会了，因为邓小平已经定了这个论调了，就是呃每次是五年，只能是两届，是这样的一个论调。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你看这个讲话里面已经说到了这这一个一百年，第一个一百年和下一个一百年已经说了很。 很久，包括他任期之外的事情了，是不是从这个还可以看出点别的什么东西来呢？大家都是在，因为他目前来讲，他为了防贪污，为了在世界上能够更强大，所以他在 power 方面呢，他是不可啊一、呃、的，就在在 control 这样，而且在意识形态，嗯、在对社会上的一些啊、呃、这个个 media 方面也很多的控制。嗯、你也可以看到电视上面呢，现在很多这个长征啊、红军啊这些题目很少说那些啊。呃 社会乱七八糟的这些这些题目出来，这样那可是呢？啊、呃，现在要讲说五年以后，从他这个讲话来讲，他可以对共、呃、共产党自己有信心，他对中国有信心，不能说啊、呃、他自己有信心要再两任下去啊。嗯、这个我。 到底，我希望他能够很很理智的啊、呃，两届做完以后就指定他指定他的接班人是他的人，这个、嗯、这个不可不可疑义的，因为他是啊<对>、呃、习仲勋的儿子，他在当这个之前呢，他当的耿彪的这个国务院的啊的、呃、的秘书长，然后国防部的秘书长，所以他一起来就非常强盛，不不比那个啊、呃、比比那个胡锦涛更厉害，所以所以他是党内党外这个军力的，他都是他的权利。所以他现在已经固定了。嗯 接班人是他的，那如果说他不当的话，也是推连天正啊。是好，我看到您带来一本书，这本书是有什么说法吗？这本书就是啊，他讲的啊，针对他讲的啊，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Chinese characteristic，我想提醒中国领导人，现在领导习习近平主席，我想他会看这本书。这个易中天呢，是中国大陆啊平啊三国的最有名的，嗯、他这本书呢。 不会在中国出版，他在台湾出版，可是非常好。他就评论诸子百家啊，孔子、孟子啊、墨子，还有韩非啊。嗯、所以现在习近平做的又是孔子的礼义方面，然后加上韩非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叫法家的处罚啊，抓这些，而是没有西方的这个三权鼎立。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已经。 为了这个啊、呃，中国传统以前是反传统的，这么两百多年一直都在反。你现在就回去可以，它很实用，它很实用，我赞成它实用。嗯、因为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你就必须很强硬的出手。这样，那可是呢？我希望在他内心里面呢，要承认美国的价值。 啊、嗯，没错，这也是说要读史史能明志，读历史才能知道今天到底应该是。他赞,嗯、他赞扬孟子，他赞扬孟子，可是孔子因为受到历代的朝代的皇帝的推崇，所以孟子贬下去。中国有很好的民主专家，不需要 m a n t e s q i l l 啊，这边西方的罗马这边、这边啊啊啊、嗯、啊啊 Enlightenment 这边，我们中国有，可是中国没有人听孟子的，把孟子派，贬下去，把孔子传，只要把孟子。 挑出来就行了。嗯、我希望说，这个习近平主席呢，更多的引用孟子的哲学。嗯，好，非常感谢杨俊龙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十九大呢，十月十八号开幕到，到十月就是北呃美国的时间，十月二十五号才会闭幕，所以我们也会一直的来关注，看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新的亮点，嗯、或者一些新的什么讯息来传递给大家。谢谢您，谢谢,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啊、再见。啊。福瑞蒙先锋汽车修理厂服务湾区十六。